包着头套吧。鹏鹏啊，哎，这颜色开心哇！这滤镜开的有点大呀，好帅呀，爽啊！就是说帅，就是。颜色体验非常好，然后就是这次我们拍摄的时间是在半夜，所以大家都不是很肿，然后效果都特别好，然后大家期待一下我们那个，哎，这个是在之后之后哦，就是大家已经看到了，已经看到 了、就是、想必大家觉得也还不错吧，嗯，多多支持我们吧，明年我们会继续加油的。好 ，We are the galaxy， who， We are the galaxy， who， 吴雪儿。Hello， 这次年测怎么样？开心吗？还行，头发有点那个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大头娃娃，大头娃娃，小头福斯超，还行。大头五星，小头福斯超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、啊。哇，他点了他了，我觉得好看。太好了都。然后这次年哪吒，这次拍年测有什么想说的？有什么感受？拍年测吗？嗯，希望挺好，咱大家都挺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然后我们现在去了水果星球的晃中间，然后我们看看他们在干嘛。哟，先逮到一个强哥。嗨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等你采访。哇，你怎么找我来？你搁门口准备半天。那个，这次年测拍的开心吗？嗯。哎，你剪短发了、哦。嗯，啊。为什么？最近学业压力大。那倒也不是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就是我觉得今天肯定是帅不过你，所以我就有自知之明，我就剪个短发。哦，哎呀，那多不好意思、啊。嗯，不用不好意思。哎呦，这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这话这家，哎呀，这家就不好意思了。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哎、然后今年年测拍的开心吗？你不是刚问过这个问题吗？哦对，啊，今年年测，你别让你好尬呀！这今年年测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嗯嗯，那所以哪里有意思呢？就是因为我去年年测就是付子超同学他没有来采访我、哦、今年付子超来采访我，我就觉得、哦、哇，感觉我这里就是我心暖暖的、嗯嗯、就是我虽然是穿了一条短裤，但是我感觉不到寒冷了、嗯、就是你温暖了我整个冬天。我天，我比暖宝宝都有用。对，你比暖气都有用。太牛了，哇，你真的太牛了。你家都不需要装地暖，我爱你。哦，你知道每天我给你打个视频，地暖什么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什么地暖，你赶紧去踩别人吧、哎、他们等你。哎，得嘞。那个拍年测开心吗？非常开心。嗯，今年感觉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吗？今年有付子超在我旁边，非常啰嗦的讲话。然后呢？换了个地方。嗯，哎，以前是一个那种像小工厂的那种园区那种感觉、嗯，这个就是一个那种很大的棚。嗯 ，OK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。你觉得《水果星球》跟《银河系》谁更帅？我觉得好，《银河系》好，谢谢啊、哦，谢谢。今年年测开心吗？即将开心。为什么即将开心呢？因为还没开始拍。哦，还没开始。哦，你们还没拍啊？对啊。啊，来早。那么你会预感今年会有什么环节吗？嗯，采访环节吧。哇，游戏环节还有。哦，哇，好聪明哎，太棒了。然后，哎，我要问什么，我都已经搞懵了。还要问什么来着？你就没想好是吗？我之前想好了，但是我被搞懵。还有什么来着？吃了吗？哦，你吃了吗？吃了吗？今天下水。你说早餐？对，早餐吃了吗？吃了。吃的什么呀？吃馄饨。吃馄什么馅的？肉馅。肉馅。汤是什么味的？馄饨味的。里面有紫菜吗？没有。那个汤烫不烫啊？挺烫的。啊、哦，你刚怎么过来的呀？坐车过来。坐的什么车呀？坐汽车。什么牌子、啊？什么牌子？我怎么知道这么烦？车轱辘。也就是穿的衣服挺好看呀、啊。谢谢。什么颜色的呀？你看得出来吗？哦、我看不出来。我色盲。尴尬的是吗？实在是嘛。当当当，来打个招呼。打个招呼，我刚说各位老师们，各位老师们，请跟镜头打个招呼好吗？你好，不要打扰我们。你们说大家好，我们是七人联盟什么的，冬天写歌，夏天巡演什么的。啊，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哎，做得好，再见，走了，好烦啊你们，没有爱了。哲哥是这样的，你觉得今年年测怎么样？不做评价。好的，你今年开心吗？
这样你很开心。谢谢。你觉得你今天发型怎么样？今天发型就是我平时的发型。嗯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吃早餐。吃的什么？吃那个叫帕尼。帕尼里面是什么馅？金枪鱼。金枪鱼的，好吃吗？还行。好，你刚怎么来的呀？坐车来的。坐车来的，什么车呀？几个轮子？应该是四个轮子。啊，快不快？还挺快的。哦。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身体挺健康的。多喝热水。好的。好，谢谢周哥。哦，今天采访结束，谢谢。李老师，李老师过来一下。来这样的，就是因为我马上生日了，然后需要你帮我写个生日祝福。你生日祝福为什么在这儿写？就是我可以发微信啊。不是，真的亲笔写才有那种感觉。行，这里。啊！我就知道没有好事，我跟你讲。我不要。哇，这个跟我小时候的味道。跟我小时候那个愿望一样，就小时候我在我小学门口卖书，就是一根。我还有那什么糖糖那个。哦，你知道刚才问问题，我就说要整蛊你。啊，我知道。我就说该整蛊你，因为我知道。你确实该整蛊。打不开。你想整蛊吗？就是薯片。哎，那是个薯片。哎。你的话。这个，这怎么装的？啊，就摁进去啊？哦，这么生猛？哦，我是要整你的，怎么？我吓到了。行了，玩得很好，下次别玩。好的呢。整得很好，下次别整。这个不行。不，我先诉苦。就是说，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再说一遍刚才的话。你又来了。我刚刚问他是不是胖了。委屈吗？就不委屈啊。你有什么好委屈？因为我确实胖了。行，我先录了啊。确实胖了。拜拜，一会儿拜拜。爸爸，你说什么？确实胖了。好好的把自己的那个，你这块那原来那线，下颌线怎么不见了？消失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然后我们2021年的年测就是拍摄到此结束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觉得除了这个痘，其他都非常完美。然后就希望这个痘呢，后期能修得比较好一些。对，这个确实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，是无可抗力的因素。但今天照片，我总体觉得还是非常的好看的。然后很期待成片，然后也期待跟大家见面。这次成片啊，OK， 那么今天就收工了，今天可以回家睡觉了，拜拜。